毕竟他答应过他叫什么名字？六个巴掌。林志平，林志平哦，家里住哪里？有没有证据？证据死亡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张朝兴。张朝兴有没有家？二阶。好，二阶啊，他是我们已经盘点六届的魔王。魔王啊，规则很简单，就是没有规则。不要破梗。预备，出了。请公自在。完全不敢靠近。哥哥，你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张小心不会轻敌哦，小心哦。对，真的不能轻敌。干、yeah! 欸欸、嘛用推抖？不能用拨弄的。拨弄。控制一下罩杯。刚刚不算啊，或是挑动。等一下，就定位。刚刚不算，预备。开始。拨弄对方，拨弄他的琴弦。旁边的防沙弹注意一下哦。嗯，他们都很激动。有点攻势好吗？嗯，好，疼的。这几天打、哦？疼的有吗？疼的啊 ！OK， 没有啊，好，预备。裁判长说他的背没有到位。不，没有入土不算。入土死人，并不为安。哇！啦啦啦！一胜一胜，还有，没那么简单了啊！你看肚脐就知道会赢。肚脐赢啊！越深越强，脚软哦。还有是，人撑一下，撑过就你的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一招就是在我们摔跤界讲的，把它抬起来，然后压住，好，预备。硬场的招式、啊，开始。好，慢舞，小心哦，王哥。稳住，稳住阵脚。哎，不算，屁股先着地。再次，嗯，很漂亮的都不算。对，预备，一定要丢掉的动作。丢体，出。对哦，刚好。哎呦，一个转身，一个转身，好了啦，有了啦，那么累了啦。这一招叫做一个转身背摔。